哦，这个有点难。那你有没有脑海里面过了想想、立马显现出来的标志性动作是吧？比如说唱歌的台风也可以模仿一下，比如他平时在舞台唱歌什么样的。哦，好，我来模仿一个，我知道了。OK， 有了，可以了是吗？但是我需要我帮自己一下，因为我的这个五官没有他这么那么夸张。五官那么夸张，需要到舞台间还是在这里也可以？看你的舞动作范围有多大，幅度有多大？就在这儿吧，就在这儿。OK， 就在这儿吧，对。闪光灯关掉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。可能需要那个什么，就是因为他是八字眉向下的，然后是谁？你们猜是谁？然后就在这瞬间，在知道谁吗？喊出他的名字。今天怎么都这么腼腆呢？